就是斑斓锤。两臂向左画弧，从肩前向右捋，两手变拳置于右膝上，两拳向左侧横击，重心移于左腿，目视左拳前方，两拳向内画弧，置于左膝上，两拳向右横击，重心移于右腿。第七式护心锤，两拳走下弧，下栽于右腿侧，左拳左腿同时提起，左腿落地后，右脚与右拳依次提起，右拳由胸前下旋，沉于胸前，左拳置于右臂下方，第八式白鹤亮翅，身体微左转，两掌画弧，两掌相对，重心右移，穿左掌出左脚，左掌内旋，两掌打开，同时右脚收回成右虚步。第九式斜行奥步，身体微右转，左掌由面前下沉，右掌右腿同时提起，左掌置于胯侧，右掌下沉，右脚下震，左脚出脚，重心于右腿。左手走内弧下沉，由膝前变勾手，右掌合于下额下方，身体微右转，右手打开，两肘同时下沉，身体面对正前方。第十式提收，两掌同时内旋，掌心向外，身体微右转，两掌合于腹前，重心前移，左脚收回，两掌抽回至腹前，两掌由胸前斜下方按出，同时左膝提起，脚尖自然下垂。